生你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哎，你不能在这逃犯。为什么呀？我地盘儿。不是，这要饭还分地盘？你什么门？哪座山？头盖谁？不知道。你新手，要入了门拜了师，才能逃犯。去，走开！走开！哎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的钱，我地盘钱，都是我的。走开！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我走。是我地盘儿，不是你这地盘挺大呀啊！一个花子3块地，这半个街都是我的。呀，合着你这地盘比这金山公司还大呗？啊！你触我眉头啊！不识相，我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走，我马上就走啊！大哥，再见。先生，你看看我，又瞎又饿的，你给两个铜板买点吃的呗。哎，谢谢先生。看都不看我。哎，先生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这一个铜板，一个大饼都买不了啊，我都快饿死了呀，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升官发财，升10几个大胖小子，谢先生。哎呀，耗子回窝，没戏唱。哎呀，还是这儿好啊，太平没有起伏。哎呦妈呀，说曹操就到。兄弟，这是你的地盘啊？既然知道，你还敢来啊？哎，咱和和气气商量啊。我今天在这儿讨到的钱，分你一半。一半？28差账。28差账。大兄弟，你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你拿二，我拿八，倒过来的，我拿八，你拿二。哦，行，你拿八，我拿二。大兄弟，今儿你就歇了，我帮你讨啊，好好回去休息吧。自己找罪受，当什么叫话来？这都整出事的来了。小包，我认错人了，我就是一个叫花子啊！给我站住！就你还盯别人呢？盯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没发现？捣什么乱？我怕你饿了，给你带点吃的，烧饼。哎呀，一叫花子还有人送烧饼吃啊？不是。走的好像不是回家的，我得盯着去，你赶紧回家啊。
哎，我不回家。你不回家，跟着我去啊！你这么一漂亮姑娘，跟着一叫花子，搞不好人家以为我拐卖良家妇女呢。天这么黑，谁看得见啊？不行，我要跟你去。哪儿都有你事儿，走走走走走。 怎么样了？这儿居然是我连声藏货的地方，这小子太贼了，居然把货藏在天津寺里面。货多吗？不少呢。哎，玉彪这大傻子派人盯了他两个月，什么都没盯出来。哼，他小爷我一出手，盯了4天，来了个人赃并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走，我们去告诉蔡队长。踩我肩膀上去，来，上。 别走！别上来！我就不上来了，你赶紧去找蔡队长，我拖住他们！啊啊！什么呀啊！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赶紧！太高了！哎呀，那边是草地，摔不死你的，快跳！一二三啊！一二三，跳！ 在找呢，哎，带我去逗逗蔡队长。蔡队长，我抓到一个人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要饭的。你刚才也在这儿吗？嗯，看到这里的人了吗？看到了。 其中还有一个人我认识呢，是谁？金身公司的老板罗连生。他人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他追杀我，然后我就躲在花园里。哎呦，蔡队长，你不认识我了？现在认识我了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闹着玩？我没闹着玩啊，我就是这身打扮。 跟踪了罗连生4天，才查到了这儿。嘿，他呀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，赶紧去他家里抓他吧。嗯，哎，蔡队长，我就不去了啊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是我查到他的。好，小乖，咱走吧，走，走了。